那不是啊，姓邵是他亲戚吗？啊。啊，姓邵。嗯。也挺好的一个人物。那当然了，阿庆嫂那是好人呐。现在阿庆嫂很漂亮了，是不是？嗯嗯，变漂亮了是吧？很漂亮。嗯。咱们哪一天去一趟？咱们哪一天肯定要去一趟啊！肯定要去一趟。对呀、啊，肯定要去一趟啊。因为阿庆嫂在我们眼里无所谓，在大众眼里的就不得了。啊。对吧？对。阿庆嫂在咱们心目当中就是最亲的人，是吧？哎。在别人那里好像，哎呦，我们好像跟阿庆嫂没啥关系一样。哎，是不是、哎、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跟他们一直有关系的、哎、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嗯，是有关系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咱们那几个老总那总是让他给他迷住了啊、哦、嗯，在老总那里，你吃香的，嗯，喝辣的，啊、嗯，我不行。你不行？我不行。啊，不行也没啥了不起的，咱也不用他们吃香的喝辣的，知道吧？嗯。我现在在想，嗯，怎么想办法，我登上宝座。你要登上宝座？哎，哎呀妈呀！你现在已经是登在宝座上了，你现在坐在宝座上坐得稳稳当当的，知道吧？嗯。啊。但是还不牢靠。牢靠，有闺女给你撑腰，牢靠。是吧？哎。有闺女给你撑腰，你还有啥不牢靠的？我在老总那里这么得宠，是不是？你在老总那里头不得了，不得了吧？哎呀，我这没办法比，没办法比了吧？嗯，你甘拜下风了吧？甘拜下风，那就行了，那就靠闺女吧。嗯，哎，那老总那是屁，放个屁都得听我指挥，是不是？让他往东放，他不敢往西放。是啊，那就行了呗，那还用你亲自出马吗？你就坐在宝座上垂帘听政。老妈耶，哎，我爱你。太漂亮了。太漂亮了。这两句话，一个是阿妈你。嗯，一个是我爱你。对了，哎呀，这不得了，不得了了吧？不得了，开心死了，是吧？开心。嗯，我还准备买他的房子呢。买谁的房子？阿庆嫂的。哎呦妈呀，你到阿庆嫂家还用买房子吗？不是阿庆嫂家买房子。嗯。嗯，主要是我主要要那房子，嗯，那房产权的问题。哎呀，产权的问题更没得说了。那我得想办法。嗯。因为我这小人物。啊、嗯，你就包在我身上吧。哎，这次回去。嗯。就是大权在握了。大权在握了吧？行。你赶快把身体养得棒棒的啊！哎，等那边要暖和一点，那边还在下雪呢。真的。啊，这才六月。那咱们还应该是晚一点。对呀，要七八月份去才行啊。哎。这里很热很热了，咱们就走了。哎。对不对？
对。对呀、啊。我天天去看看那个大车。对。我想，不管怎么说，那个大车我得带着。啊，你大车你得带着。对呀、啊。那是你的宝座。是不是啊？哎，就靠他呢，走南闯北，是不是啊？那当然了。对呀、啊，呼风唤雨，哎呀，外边什么天不关咱们事儿，躲在车里成一桶，管他春夏与秋冬。我老姑娘真有两下子。是有两下子吧？哎哎，现在才开始佩服我呀？啊。怎么说想闺女了咋样啊？想闺女了怎么办呢？打个电话。对了，打个电话怎么说呀？我想你了。对，你给我快点滚回来。快点滚回来。对了。